走回来。你今天拉门还嘴巴冲啥？妈妈，你早不是叫人家等来，现在偷偷跟我出去。哼，这个一切吼，拢都要怪恁那个老爸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拢不都你要啦。哼，若无恁这两个死囡仔在高高地吼，我早就有我的打算啊。我可能是一世人哦，欠恁的死人债啦。妈妈，你今年先帮我甲弟弟做你去。妈妈。到这来啊，我才无管恁遐尼济。小玲，你唔想？妈妈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，你莫放我，我无啦，妈妈。啊，想啦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我会早起上台去呀。为了感情的钱，伊依然无顾父母的反对，来放弃掉伊的行业，决心到林家照顾小玲、小宝这两个可怜的囡仔。Thank you.